的。除了两位贵宾，我们现在要邀请到的是三里屯太古里物业运营部副总监安娜女士，有请安娜女士上台。有请观众藏在人群里了，有没有特别的祝福的话给我们？非常高兴，就是大象园在中国内地的第一家店今天就是盛大开幕。那么他们的不管是装修理念还是他们的餐饮的这个选择，我觉得对我们北京的消费者和客人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的尝试，所以欢迎大家多来大象园，也多来我们三里屯太古里。希望大象园的继续开业能够带给我们太古里潮人聚集地的六一个原因和理由。好的，现在呢我们有请工作人员上台，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我们 Elephant Grounds 大象园的剪彩仪式，有请各位贵宾一人一把剪刀啊。好，你好，往后一点。我们